是韩奇的经过的这个选手，后来被租借到委内瑞拉，然后呢参加了南美解放者杯的这个比赛，当时委内瑞拉的冠军球队啊，据说呢是一个左脚典型的中锋打法，有人还说是跟那个雅斯克斯曾经是队友。危险的，但是从速度不高，但速度非常快，起球了，危险！这球怎么没人管啊？没接上人，没对上。看这两个老外啊，在上这两个中队里面威胁就挺大的。刚才这个中锋拿球，这边所有的再看一下，中间前后都有这个，这个东方国旅的队员。